三十。然后也是上次没有花时间，然后大概光是晚装那些砖瓦的一晚上。三十秒。所以要前后码，前后码才比较重，做得好。一分钟。而且像常常都一直有换嘛，有些左前，有些右前的嘛，有些用后退形成前嘛，前后码换，有些上来前后码，而且通常都全移，都要。一分半。用过来你就是吧？所以有时候换不同角度看，就是对。两个手交替，两个手前后手，两个手前后手都有交替共防。两分钟。有时候我保持前头手，我同时前头手，有时候是前头交换，没什么概念。对，其实现在已经有这个进步了。两分十五秒。对吧？那个，用些点自己的经验，慢慢的揣摩出来，使用时间出来，这个两只手都能协调。而且就那个直觉那个概念会，以前都没有概念，两分半实践出来啊。好了，现在有点，他说继续啊，看这个就抽。